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。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杜爷爷和母子猴。深山里面有一间小小的温泉旅馆，只有猎人杜爷爷和杜奶奶两个人住在那儿。但是今年的新年，他们的孙子吉儿来山上陪爷爷奶奶过年。有一天傍晚，后院传出汪汪的狗叫声。爷爷，后门外的狗怎么一直叫呢？一定是讨厌的猴子又来了。原来杜爷爷的后院有棵柿子树，树上还有几颗没摘完的柿子，一群猴子就跑来偷吃那些柿子了。到了寒冷的冬天，客人不到山上来，反而是猴子来了。这一阵子，山上的树木很多都被砍倒了，猴子们很不容易找到吃的东西。你看，这只狗对这些猴子汪汪的叫呢。他们不是。除夕的前几天，半夜里，狗儿在门边不停地呼叫着，把杜爷爷吵醒了。浴室那边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半夜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杜爷爷从门缝悄悄往外看，一只猴子爬到挡雪墙上，伸长手正要偷挂在屋檐下的柿子干呢。嘿，是一只离群的猴子。你看，这是一只离群的猴子，就是只有一只的意思。离群的猴子和伙伴分散了以后，单独一只孤零零的生活着。这种猴子常常会咬人，偷农人的东西，或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。这家伙不把它抓起来不行。杜爷爷说着，很快地做了一个陷阱。第二天晚上，陷阱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叽叽叽的猴子叫声。哈，猴子果然掉进陷阱了。杜爷爷把猴子抓到仓库，关进一个兽笼里，说：哎，忍耐着点吧，把你关到春天再放你出去，我会每天送食物给你吃的。你看，因为离群的猴子常常会做坏事，所以爷爷只好把它关起来。当除夕的钟声从电视传出的时候，吉儿突然站起来说：咦，仓库好像有怪声音。他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听到了轻轻的咔嗒咔嗒叽叽叽的声音。是猴子？杜爷爷捏着脚走到外面，从挡雪墙往仓库那边看过去。啊，窗下有三只猴子呢。哦，是母猴和小猴子。这么说来，被关在笼子里的那只公猴不是离群的猴子咯。看，他的母猴和小猴们都来看他了。爷爷趴在仓库门缝上偷看，只见到笼里的公猴咔嗒咔嗒地摇动着捕兽笼的栅门，又看见在昏暗的光线中，母猴绕着兽笼不停地走来走去，两只小猴子好像拿着番薯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。过了一会儿，母猴好像知道撞不开兽笼而死了心，它抱着一堆番薯到笼子前，捡起一个来吃。笼里的公猴看到了，也停止摇动兽篮，伸出手拿了一个番薯，一起吃了起来。杜爷爷继续偷看着，看到小猴子填饱了肚子，就开始打打闹闹起来。安静一点，母猴发出声音，好像警告小猴子似的。可是两只小猴子并没有听话。过了不久，公猴给母猴搔背抓痒。搔背抓痒是猴子和猴子之间最特有的亲密动作。杜爷爷看着母猴慢慢抚顺公猴的毛，眼泪差点掉了下来，快要哭了。
这和人类的家庭没有两样嘛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吉尔和奶奶也来了。杜爷爷跟杜奶奶互相对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然后打开仓库的门。好好，现在就放你走。三只猴子吓得吱吱叫，马上跳上窗子，从窗外逃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怕人啊，他们平常猴子看到人就会逃走的。笼子里的公猴张口露出白牙，也凶狠的吱吱叫起来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现在马上放你出来了。杜爷爷说着，打开兽笼的门，公猴立刻从兽笼跳出来，然后跳上窗子，一边高兴地吱吱叫着，一边向三只猴子跑过去。四只猴子在雪地上留下四行脚印，很快地逃进山里不见了。杜爷爷拍拍膝盖说，对了，我们给山里的猴子送食物去好吗？这样山里的树就不会被啃得乱七八糟了。而且呀，猴子也不需要辛苦的在雪地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杜爷爷他们三人提着大包的玉鼠鼠和番薯往深山里走去。新年的早晨，太阳显得特别明亮，照亮每一座山，都穿上金色的新衣，在闪闪发亮着呢。你看，他们要去送玉鼠鼠和番薯给山上的猴子哦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好，这个故事是杜爷爷和猴子们的故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再见。再见。那还有小熊。